哇塞，哇塞，这六块啊！啊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过来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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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行，开始。哇！好，我们超级无敌闷声噼里啪啦，在于他在不断变大的过程当中，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爆。无敌闷声，他被闷在里面，准备要噼里啪啦了，越来越大。哦，这边有六块腹肌，现在变成一块了。哇！马上有一段小兵张嘎中超的戏，快人工呼吸！哎，你们像爸爸？哎哎哎，惨绝人寰！你们这些人，不玩了，绝对不玩了！掌声给嘎子，鼓励一下。各位亲爱的电视前方的朋友们，也欢迎各位在观看节目的同时呢，积极跟我们来一起互动。您可以唱巨星上电视当评委，请登录 jx.sdo.com 加入盛大巨星互动音乐社区。同时，我们也谢谢穿什么超好看的森马为节目提供的独家服装支持，谢谢森马，谢谢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说比赛还没有结束，因为今晚红星队还有翻盘的可能。进入今晚最后一个竞赛单元，全能 K 歌王。全能 K 歌王游戏规则仍然是两队队长之间上台竞争，同样演唱一组套歌，如果哪一队演唱套歌的得分高，哪一队即为获胜，获得奖金4000块。现在你们拥有的奖金数是7000块，对，你们拥有的奖金数是2000块，但是你们还没有用过绝地王牌，用吗？用啊，嘎子，用吧，有就用，干嘛不用？用，敢不敢不用？敢不敢不用？必须用。你这个墙头草。好，红星队使用绝地王牌。Yeah. 好，那么这一关呢，因为是定胜负的单元，所以赢队先来。天月，你们队随你随意指派，你自己来还是派遣队员来？谁来？派戴帽子的哥哥吧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真会挑啊，会挑。哎，这是刚才那个套歌呀。我会啊，就那个会，我来一段，我来，与其让你来，还不如我来，你也我来，我这把其实就是想让你们再来一个噼里啪啦闷声，什么什么，一飞冲天响，一飞冲天响，刚才说这个了，反正下次让你挨，你决定了自己来，对不 对, 对？好，自己来就自己来，来，大兵让我们看到选择，我们会看到 A、B、C 三套，每一套题都有四个。